大家好，我是方哥，后面的是黄哥还有小峰他们，我们是关哥的山东服务队，现在来到了这个一个贫困人家的家里边看看。哎，师傅，这个我来给我看啊。哎，我也。大叔，这个窑是给你的。哦，谢谢大叔。嗯。有面条呀，叫穿一点，穿一点，还有油条。就是之前呢，他是住的这个地方，后来就是我们落水边了，是吧？对，落水边了。然后现在政府呢也出钱，又帮他盖了一个新的房子。买的。他的屋叫叫的哈，叫叫我的屋过了看呀，就是过了等一下出我的厂就老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各方面呢，各位快点的，顾好有回应，这个是他装的窑，花香窑，还有嘛呀？有，那这个弄嘛？是吧？是三分之一，老是装在多高？用窑。是当一点，是当时的啊。这个大叔呢，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贫困的人家，就是单身人士，到现在不容易的过来。现在国家也给他补贴了这两个房间。也是过得紧紧的这么日子吧。啊，终点了，终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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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天冷啊，真的吹，干了就弄个吹，那你干不硬的，哎嘛，你就可以，你还在上班啊，我那点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还点，就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